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前往第七幕吧的剧情。竹林中的仙姑希望他能为我们找到持有双脚的去向。好个清幽的所在，这竹林满含孕育之气，想必住在此地的这位詹师必是位前辈高人。听小二说，他一天之内只替人占卜三次，今儿咱们来的算早，应该不会像我才是。是啊，事不宜迟，让我快去拜会这位前辈吧。真家一行有何贵干？打扰了。听说前辈占术高超，晚辈特来请教前辈遗物的下落。听少侠口气，显示件要紧之物，但不知少侠要找的是什么。说来有点荒谬，晚辈想要找的是上古邪神持有的右脚。前辈，持有右脚这件东西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说来话长。王妹身旁这位上官兄是京城武官，奉命护送一件黄标回京，无意在途中被邪徒所劫。据那邪徒之言，他所劫之物即为蚩尤右脚。原来如此，王妹身手低微，没能阻止那邪徒。如今上官兄身负失职之罪，被迫流亡在外，王妹希望能助上官兄寻回黄标，还望前辈成全此事。只是来由吉凶尚在未定，且他在下行占推算一番如何，那就烦劳前辈了。原来如此，少侠古道热肠，急功好义，立得好生钦佩。只是这蚩尤右脚官心重大，即使因此被卷入无穷风波，少侠也无所谓吗？王妹是道外浪子，身边已无可挂念怪怀之事，即令往后将有无穷磨难，弄得因此做件善事，晚辈以为那也是值得的。再要相信少侠是可以托付大事之人，既然如此，今后并肩你阵，就请多关照了。啊，前辈这话怎说？前辈，敌人早已尾随你们而至，堵在一旁伺机而动。这隐身妖法虽然高明，但还骗不过布在屋前的法阵。少侠，他们就是你们手中解罗蚩尤右脚的妖人吗？姑娘，你就是盲目中的詹师前辈吗？是啊，你以为我年纪很大吗？无论被你叫了这么多声前辈，我都让你给叫老了。真对不住，都怪在下眼光浅薄，忘用称谓。这等玩笑话，少侠不用在意。对了，不知少侠如何称呼？啊，在下叫殷建平。这三位是上官远大哥、风寒月的姑娘以及仙羽超前辈。原来殷公子诸位，而后叫小女子子枫就行了。大敌当前，咱们先打发他们，再慢慢聊吧。子枫姑娘所言极是，前面的敌人就交给我仙羽兄了。殷贤弟，这位子枫姑娘看起来弱不禁风，您可要护着她周旋才行。上官兄一番好力，主感盛情，小人只道不劳各位挂怀。殷公子，我想你还是照顾风姑娘吧。我才不需要别人照顾。小心，敌人已在眼前，大家凌晨应战吧。好，这关有几个宝物哈？我看一下有几个，一二三，三四。这边还有一个被他挡住了。好，先承认挡。OK， 好，我们要留个尸虫哦。留尸虫是为了捡道具的。好，我们先让子枫走这里。
然后那凤凰月走一格，那一格应该可以逃到他们吧？我们就走一格，然后其他人看一下哦，其他人。卧血银针，我们从左边下去。好，这样。敌人的行动速度不能略过，实在是很讨厌。要等他等一下跑很久。好，这关有限制回合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可以再等他一回合。八把两那个等等在哪？要先奶吗？先奶怕他没有人会上来。看一下哦。我们让他看好了，应该不会上来吧？是这样，上来再说。这关其实也算简单的，不难。好，那我怕火，先装备刚刚捡到的。好，哎呀，按错，离火神诀。15，哇，死风，114，好，我决定换个方式，先让紫风去炸，然后再给凤凰月炸一次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多经验吧，因为是女主角去收尾的，有一次没打到，但是。哎，我是不是放错了？好，快走快走！好，成功三只都炸到了。
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话，看一下哦。凤凰月可以挡两下吗？然后让他挡挡看，然后上官有续期，用剑平休息好了。好，挡住。我记得他们的羽妹的防御力不高，所以很好打，敢戳一戳就戳成这样了。主角直接干翻他，哦，150。嗯，好，还行啊。看一下啊，主角护航月可以炸到吗？可以，太棒了！再来一次，雷影之父。哦，又没打到。我觉得法术很容易 miss， 法术就是最容易 miss 的。又来，再一次。就没打到吗？还是真的 miss？ 对啊，哦，中了。然后风寒月、天松雪舞直接炸三只，水。然后这里的话。看上官也能不能一起闭上他，应该可以啊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。好，128。弓箭瓶的话，左边是不是还有东西？看一下，一个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。嗯，要吗？走过去好了。休息，好，就这样。莫名其妙又是一击必杀，哦 ，OK， 77，莫莉嘞，哦，吓我一跳，还好。还好，怎么狼？18、17 ，OK， 给上官员打。欸，少风枪也会一直爆发吗？不确定。好，然后更换距离，行动距离。
剩第几回合了？第五回合。好，走几个？一二三，一二三四。所以银剑没走这的话，应该还是会被打到一下。好，就这样。先远超去哪？哎，没打到，好吧。主角可以扛那么多下吗？应该是没办法。风寒月像几等？十七等而已。不然就这样。主角补一下，我觉得仙影稍微要补了。那现在紫风走这，仙影超走这好了。只中一只，好，紫风先帮仙云昭补个血。这里他们都不会动吧？如果没意外的话，他们应该还会继续打，继续放法术打我。来来来来，五九八三。三高原撑不住了，看一下，如果风寒月先戳他一刀呢，会死。好，这样练不到。OK， 好，那要走这里，然后。不要动，拜托不要动。好，这样。七八。只打了两只。啊，动了，他动了。应该可以一击必杀吧？帅啊！再来一只。哎，没有。OK， 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应该下面人应该要动了。现在动不动都没差，我还是可以继续打。跑过去吗？我说那要去捡的，我没关系。
我们留尸虫问要素师之后再去捡也可以，不用急着捡。这样，好。紫风被打都不痛，好，要补血了，该补了。好，他们应该要动了。40还可以挡一下，OK， 这风寒月没差了，因为风寒月它就是被打不会痛啊，紫风被打也不会痛啊。好，那走这林泉玉露。这里好了，哎，他只打三公园64，嗯，这不太好，因为20想一想哦，我们重来好了，这个这样子不太好。好，目前变这样，好，我们先炸中间这个，炸一波。学到风魔神爪，我想一下哦。不如就不要打了，不要打药术师了，不要打那个鱼妹，让药术师去补血，我们去耗药术师的血就好了。我怕上官远戳罗鬼，他就死了。我要去挡他的位置，这样。剑柄蓄气，60D。哇，真的麻痹了。麻痹就糟糕了，因为我就不能动了啊，我也不能反击了。48，可恶。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还没死。只能这样子了。120。然后药术师这个留着。
再炸一次，炸这两个。先捡它好了，仙女超沦为捡道具的角色了。没打中，好，两个妖术师都补血，太棒了。应该不会痛啊！哇，好痛！拜托啊，撑住啊！好像只差裸鬼了，裸鬼打紫风，如果打太多，紫风就爆了。拜托啊，撑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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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太好了！还有两滴，太棒啦！解除。啊，为什么三关也还没解？搞毛啊！好，想一想怎样走比较好啊？那最后再走好了，独挡。阴剑品已经不能补了，所以先干掉上面那只好了。OK， 然后神器流转。18算一下，14的话可以再用14 3 14 3 4，不行，18 14 14 OK， 神器流转。其实我是想留这一只啊，因为它攻击很弱，而且它可以两个攻击，所以留它其实会比较好一点。那给英俊平打这一次好了，拜托拜托拜托，鬼火不要打我，不要打英俊平。好，就这样。拜托密室啊，密室，拜托。哇，会不会被抽死啊？哦，还好。我觉得罗果会去打阴剑平诶。不要打阴剑平啊！阴剑平是无辜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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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重来。好，结果最后变成这样了。妖术师跑去下面打仙云超，结果被我仙云超烦死了。哦，三关你终于可以动了。好啦，留一只妖术师也可以啦，就算了，就这样。三关有18。好，你去捡。右边还有一个玄机道卷啊，有看到吗？能走过去吗？这边应该可以走吧。然后我想想，会再被打一次会死吗？我看一下。好，这次我们走这样。嗯，奇遇之术。
天超，啊，玄超直接去续好了。一滴，你为什么这不补血呢？一直用夺魄鬼咒是怎样？九十八啊，有可能是距离不够。嗯，这样不太好哎、欸，我还练不太到的，因为夺魄鬼不能。就是你知道的，不能死掉，因为他留到后面啊，因为我们还可以再打两次，我们还可以再放两次法术，补血的法术。嗯，我们再试试看。好，变成这样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那疯狂又去打妖术师，然后那妖术师自己补自己一些。哇！你要被戳死了！刚好85滴，为什么他是不补？你就是不补！哎、欸，我不懂哎、欸。你是死不补哦？好，这样也好。应该不会死吧？我超怕他死掉了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快去拿！我想一下哦，冰跟火，会不会打死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不会，我就不信你这次还不补。啊，还真的不补！那、啊、算了，如果我也不用留了，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补血了，我也不想用黄气丸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快去拿，快去拿，还差几个就拿到了。留风寒月就好了，19，我觉得想当上官人，收他。这样，啊，终于补了。嗯，干得好。想办法让上官猿跟凤凰月都可以吸到一点经验。168 148，好，这边那风紫风先去戳他一下。 OK， 戳不死，然后就让他补血，然后我们人站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有机会弄夺魄的鬼咒。就这样 ，OK， 捡。还可以再补一次吧。稍看一下，
留两只药术师是最好的啊。九十，然后之后再给三官员收好了。好，就解决他了。132。好。